好，我觉得林立杰，今天呢，我来到了台中的一间卡牌店，叫做牌牌站。今天是宝可梦卡牌 PDCG 的一个网红的大对决，好不好？等一下也会陆续就是来带到其他的一些 YouTuber 给大家看。其实老实讲，以 PDCG 来说，我算入坑的比较晚，所以说今天最大的目的是来学经验，也不是说特别要打一个什么样多厉害的名次。对此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来开玩笑的。基本上我还是会认真的比赛啊。那今天我主要使用的牌组呢是火系的焚焰弓。搭配比方说像是水火神又或者是吉拉奇，然后副打手会是喜多兰恩。其实我也有考虑像是无极泰纳或者三神仓这样子的一个牌组类型，可是我个人在使用上面比较没有那么的得心应手，那还是希望今天可以有一个比较顺利的一个比赛啦，好不好？不要出太多的状况，然后不要卡手。好了，那其实呢现在时间也逼近到了快要下午一点，比赛准备就要开始，就来带大家看一下现场的状况吧。 Let's go。嗨，信哥，信哥，你知道其实那一篇文章是我发的。哦，原来是你哦。是我，是我，哎呀，三八啦。今天打什么？我今天打火蜈蚣，你无脑太烂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上一次的 MTG 冠军，靠赛，靠赛，超猛，就是超菜了。我们今天大家都很怕你。他的今天打什么牌？三仓嘛，三仓嘛，确定吗？不要啦，还是只是障眼法？我们现在大家对那个都没有很采信。但他之前骗过太多次了。对啊，他今天碰了一个木萧。不，木萧，我打前台张后台一样的，一样的。耶、yeah ！好，那今天打什么牌？我今天打无极。无极啊，你确定了是不是？我记得上一次你的那个，你每次的战绩其实都还蛮好的。这算是我自己办的，但是每一次我自己办都烂烂。对啊，这是魔咒吗？对啊，我今天打的好不好？今天主要是让大家玩开心就好。OK， 那就来加油，待会见。嗨，这是天线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天线。欢迎一下我们现在的。他太高，好，正常正常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再远一点，我远一点，远一点。他太高了啦！天天打什么牌？三仓，三仓，确定吗？确定的。那每个人现在都在骗呢、啊。真的假的？你看蛋蛋哦，他接裂空座，其实他没有要打裂空，是不是？没错。所以你今天确定三仓？对啊。OK OK， 我焚焰弓了。那我其实本来想遇到你啊。没有，其实我觉得三仓跟焚焰弓五五开啊。对，五五开。可能就是因为五五开，所以不想对到。今天就是再多多指教，如果遇到的话。不要遇到，不要遇到。Hello， 这里是姐妹豆。太香了吧！我傻眼了。上一次我记得那个 MTG 的时候啊，赢了妹妹，然后输了姐姐。对。今天如果遇到的话，希望可以稍微血耻一下，透露一下，透露一下。啊，就是钢踢加那个钢枪。我今天打蜈蚣啊。蜈蚣，不要遇到。故意打，他故意打。没有，我是真的打蜈蚣，不信你问他。我跟你讲个秘密哦，因为我打三神仓。他故意打。他跟我练了两周，他就是要专门针对神仓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的阿芬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芬。B B 阿芬，今天阿芬拿什么牌子？皮卡丘杰克龙，还是皮杰对不对？很喜欢皮卡丘。那等一下就如果遇到的话，再多指教，多指教。交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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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， 这里是芒果。嗨。怎么入坑的？我是因为一时鬼迷心窍。鬼迷心窍什么意思？玩起来感觉如何？玩起来感觉实在是太烧钱了。可是我觉得朋友间的这种互动，我觉得是好的。对，你今天打什么？我今天打焚焰弓。你焚焰弓？我打三十张奖，应该确定吗？确定吗？确定啦，不变了，不变了。遇到这种翻牌，我就直接下去给他看了，没办法了。那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，谢谢。哎，大家这边是奇哥，耶耶，那个1440包的那个神之大数据开箱。虽然大数据这三个字最近有点敏感，最近有点敏感，就是。好了，奇哥今天打什么？我今天就是最简单的无极泰纳。哇，大家都玩无极耶，一拳270，我觉得今天会非常多内战。无极是这代牌型打什么基本上都64开的。对对对，希望你上去，希望我上去好不好？谢谢奇哥啦，谢谢谢谢。就首先谢谢大家来参与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刚刚呢，有一个人采访的时候问了我一个问题，说我们今天比赛名称到底叫什么？我刚想了非常久，我们今天的比赛名称呢，就是我们的 AYT 同乐会，好不好？争霸一下，争霸一下，终于。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奖品哦，由我们的俊奇爸爸赞助播出。哇！冠军是我们的大师礼盒，这应该大家都知道啊。林大师礼盒，林大师。第二名是四张叉字符 SR。哇！我们今天呢有抽奖，12盒 A， 12
何必啊，今天都会抽出去。我们再次感谢龙盾、明卡赞助，还有宝可梦官方赞助我的 PR 卡，好不好？那就大家祝福各位比赛顺利 ，Go！ 哇，这是天湖开局吗？居然有超梦哦！对，天能 ，OK， 老大东东鼠，然后光海百六，两张结束。他可以打多少？他原先是如果换位的话会是160，加这个电器力量会变190，再加一个会变我还有两张220。OK。那我应该输了，加油加油！我应该输。连锁福特 GX， 他打前排的这一支200的伤害，然后后排选一支可以给170的伤害，然后就选这两支，就可以拿刚好三张。好，对，感谢谢谢。哇，还是输了。第二站，水 box 哦，有几张？张就打150，太惨烈啦！你也在卡吗？我觉得你没有很卡、啊。第一回抽出来，打这个三颗能量，打180，打死。那我抽两张，对，西多，对，特特到前面，特性六张，刚好再打死。太骚了！你刚卡卡什么蛋了？哎，换位。换位。气球。对啊。气球也没上来。谢啦。谢谢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三仓吗？蜈蚣。然后再填一颗。落火200，两张结束。填一颗。打死，抽一，我就算填这个，用 switch 在老大，我还是受不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2、4，280而已，差十，对，所以双应该是双百了。谢谢，谢谢。但是打到后面应该会是你啊，因为我几乎没有办法收掉回来。第四站，我要对决天线。我现在是来抽奖的心态。我今天是来，只要一胜就好，一胜就好，对，一胜就好。六轮，那还有三轮机会。哇操，这真的是，这是东东鼠啊，差不多吧，好弯啊，差不多。来，哦，点点。哦，回过来，我要输了，我过来了，这五张，我要输了，可以啊，我应该是输了啦，因为你 G 叉开了，两张枪响在那边，因为我现在真的是没办法做事啊，勇敢掠下去啊，我现在连勇敢掠下去的机会都没有啊，好，点180，死去，三张，1、2、3、3，哦，卡死，那我输了，哦，对，我输了。对啊，因为这样真的太卡了。来一个宝可梦吧。苦苦哀求自己的牌子。看来是跟我差不多惨。OK， 我输了。很美啊！我们游戏都还没开始，都还没做到事情。买个梦想。梦想好吗？有买到吗？对。觉得好像。小六，你是不是在演？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在演。可以老实说。那我就老大，然后抓这个，我可以打160，所以应该死去，抽一张奖励。他如果只到两次正面，我这一只就死了。对，正面跟反面，两次了，一次。有。那我就直接，应该也不用闪了。对，不用闪。各位，我们现在第四把终于累积到64了。Switch。交换，然后发特性，能量过去，开区差，刚好打100，那我拿两张，应该差不多了，我没办法拿，最后拿三张，感谢。这是什么牌？是电龙吗？80是不是？我好像输嘞，他打了15，然后我手上没有宝可梦了，没有宝可梦了，对，你没画台了。我没有了，你要台就输了。对啊，谢谢。你要台一定输。对啊，谢谢。六战全败。哎，这是雪兔。耶！哎，战绩怎么样？60。六
神啦！我跟你相反，你妙，真的假啦？太神啦！等一下，极端嘞、欸！那你用什么牌子？真牌啊！太神啦！我用小老鼠。那等一下决赛就再多加油。拜托，运气给我跟到冠军吧！哎、欸，这是我们的姚哥，来了，姚哥又见面了，又见面了。哎、欸，今天有打吗？今天有打吗？有打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到后面都不见了吗？哎、欸，因为我前面零胜三败，我直接弃权。真的假的？我今天超不爽，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朝夕的跑、我想说，那我就打个轰雷金刚系、因为我知道现在主流是那个武器泰纳，对，二属性。我想说，应该会有很多人武器泰纳去打巨泰山，那我玩朝夕，我就可以抓巨泰山。一个反结果呢，反其道而行，我遇到超多火牌，我就哭啊！对啊，我想火攻就算，你知道我遇到什么？我遇到莱喷，上上上个没打的东西，莱喷我的。哎，这个是蛋蛋 ，Hello， 蛋、yeah、蛋，今天战绩怎么样？三胜三败，哎、欸，还不错哎、欸。自我要求没达到。来，我的战绩来看到这边。没事，对主部的就这边跟这边。对对 对， 對，可以。你们怎么？我玩彩虹雷公。彩虹雷公，哇塞！应该是全场唯一，应该是唯一一个。对对 对， 對， 對， 對，因为我有藏一个秘密武器。什么？来讲一下。不能讲，那要藏到大赛。OK OK。嗨，这是阿布雷，晨晨，耶！晨晨今天战绩如何？是的、欸，还不错哎、欸，是吧？还行还行。那我要再指一下，我在这边。这个是直接走了，最惨那种，而且我还撑到最后。然后听说你刚刚是唯一少数在那边遇到蛋蛋秘密武器的，我后面跟那个镜头讲。蛋蛋，我可以说吗？不行不行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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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那我们留给他一点活力。那你今天拿什么牌啊？武功，哦，也是武功啊、哦。对，我也是武功哎、欸。那为什么我们两个命运截然不同？没有，我觉得武功就是一个看脸的牌。哦，就是。你的运气不好就。嗨，大家好，这个是小六。打掉。哎、欸，今天最后战绩如何？小赢你一点。你知道那边不是有总共62个名次吗？对。我是最后第62名。我好像有看到。对。零杠六嘛。那希望就是下一次再对到的话，大家都可以拿一个好的成绩。哎、欸，但我都玩粉牌耶，我想一下哦。嗨，这是老 K， 上台老 K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 K。好，那今天战绩如何？哇，很惨，很惨，两胜四败。有我惨吗？好像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最好是在同一页，在同一页、哦。真的假的？ 对， 對， 對，我是最后一页的。开录之前我才问那个老 K 说，哎、欸，那个今天战绩如何啊？他跟我大概讲一下。我说，哦，那你知道我第几名？他说，哦，知道，在最后一个。大家都有注意到，大家都有注意到。先不找自己，先看最后一个。最后一名是什么？然后名才特别长这样子。OK， 好，那今天玩什么牌？今天玩速销跟霸王花，我速销草牌哎、欸，其实是蛮对，就是想说可以磕一些主流，因为就是特性嘛，结果都没有遇到什么，都是遇到很多粉牌，完全不知道怎么打。今天也是粉牌有点像出头天呐、啊，真的。好，那我们感谢 OK， 谢谢。亚军，四张沙子不错啦，不错啦，大赛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好，冠军！感谢龙盾赞助，谢谢。好啦，那基本上今天的那个比赛整个已经结束了，今天非常辛苦，就是老爹今天张罗搭的大小事，还好啊，还好，真的辛苦辛苦。主要是大家开心就好，不然活动其实我真的没做什么，就只是召集大家来打而已。就是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的话，也可以这样跟大家一起玩。虽然我今天是一个零六的那个结果，订阅一下，订阅订阅起来，对，订阅一下，订阅一下。好啦，那基本上今天感谢老爹，这影片到这边就结束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别忘记点选小铃铛，欢迎到我的 Facebook 粉专按赞，别忘记追踪我的 IG， 当然也别忘记到放老爹的 IG、FB 还有 YouTube 去按赞、追踪、订阅、开小铃铛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Bye。